圈的故事，朋友圈照片的配置要诀，富有个性的句子，例如配文，生活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，而不在于我们实际得到了什么，关键在于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。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引用优秀文学作品的句子，一方面能够与同样读过这本书作品的人之间产生共鸣，另一方面可以为手机摄影作品增色，引起人们对照片的拍摄过程的思考。例如配文，你是床前明月光，你是心口朱砂痣，这句话修改自张爱玲的小说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，书中说，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，至少两个，取了红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红的变了墙上一抹蚊子血，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；取了白玫瑰，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，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。提取一些元素，稍加改变，变成了自己用来抒情表意的独特句子。情次的恰到好处，例如配文，你在这里，我就在这里。摆渡人，当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去寻找那些已被岁月消蚀外表的建筑物时，会尝试窥探那些侵蚀远去的世界，会试着与那时候的人们交流。引用摆渡人中的这句话，一方面为照片整体定了基调，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浏览者对图片内容的思考。生活像一点点的乐趣。配文：等待晚餐的你。这张照片的配文简单而俏皮，不仅仅记录了自家宠物的可爱一面，也与朋友圈的浏览者进行了简单的互动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。朋友圈的照片大多来自于生活，我们经过匠心独特的创作拍摄，赋予了更多的意义，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照片本身用来记录生活，所以我们的配文不能过于浮华而脱离了生活的本身。例如配文，睡着了，悄咪咪的偷拍一下。生活中这样一幕幕温馨的场景，构成了无数小小的幸福，用最真挚的文字去记录最真实的感受。朋友圈开始于2012年，微博开始于2011年，在这数年间，无数照片被上传到这些平台，它们像是在网络世界里，居民生活回忆录，那些随手记录的，刻意摆拍的，苦心拍摄的照片被融合成一个具体的形象，有血有肉地记述着我们这些年来的心理路程。我们好似平凡地记录着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一份自己做的晚餐，一场大雨，一次晚归。我们捕获着一个又一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瞬间，装饰着我们的骨感现实。这些照片就像我们记忆中的小时候的玩具，被尘封在专门收藏美好事物的匣子里，在日后回顾的时候总会露出会心一笑。手机摄影作品的分享，除了想要告诉别人自己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享受着自己的生活以外，还要将自己现实奔波的劳碌、勤恳努力
和追求探访的酸甜苦辣分享给未来的自己。手机摄影就像一支笔，记下各种事物，来写一个名叫现实加未来的美好故事。